应该在第一。哦，第三名是上海。是不是觉得很意外？因为平常我们印象中好像北京跟上海应该在天价的房子都在那边，但第三名是不是很想看第一名？你们要猜一下第一名？第一名有来现场吗？一直答，那个民众在猜。深圳，对，深圳是我们的第一名，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排行榜对你们来说，你觉得你认同吗？帮我举一下圈叉牌。因为没有东北嘛，这是谁做的？没有人认同所以这是，所以我们沈阳是全中国是最幸福的，没错。因为我认同，我是觉得我是认同第一名的深圳。